一起来听今天的夜听吧。有人曾经说，女人用爱情毁灭一个男人，最多毁灭他的爱情信念，而男人用爱情毁灭一个女人，可能会毁灭他的全部，包括爱情，包括人生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走进我的心里，不是每个相遇的人都值得我如此珍惜，而有那么一个人，你会对他付出一辈子最单纯的牵挂，无论他在哪里，总有你不变的期许在等待着。不论男人女人，我想我们都应该明白，是你的，风吹雨打也打不走；不是你的，死缠烂打也留不住。如果你不能对我好一辈子，请你不要对我好，哪怕只是一秒钟。如果你不能骗我一辈子，请你不要骗我，哪怕只是一个字。如果你不能爱我一辈子，请你不要爱我，哪怕只是一瞬间。我们一路走来，告别一段往事，走入下一段风景。回过头看，很多事情已经模糊，很多人已经淡忘。也许某一天，在喧闹的城市，我们擦肩而过，我也许会停住脚步，凝视着那个正远去的背影，告诉自己，那个人我曾经爱过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